我沉下去的力越大，手起来的力就越大，所以你越起来它越要沉，越要沉越要沉，好，到这边一起落。你现在坐是这个样子，你现在坐是到这边，你是气是不是进来了，进到胸了，是不是底下浮了，你的胸在这里了，晓得吗？而且接手绝对不可以吸气在胸，连打你的胸你就气闷到了，晓得吗？要沉，你的胸沉的话，肋骨，你这边有肋骨吗？你沉下去的时候，肋骨是闭的，肋骨闭的，有道动？I told you last week, here are ribs, right? Ribs. When you sink, the ribs are closed. So, 如果肋骨是闭的，我的肋骨是松落的时候，它是闭的，闭的的时候你打没关系，可是你的肋骨如果是开的，不能打，别人一打就完蛋，懂没懂？啊？气不能在这，不然你肋骨就开了。你肋骨开了嘛？要把气定丹田啊。气要沉下去，肋骨就闭了，肺也往下沉，这个时候它是实的，它是实的，吐。所以它要吐气呀、啊，你这时候吐气，不要吸气，要吐气。也是吸，吸还是沉。就是我练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气都。你那个感觉错了，是，你看我一样是吸哦，而在这边吸是，吸到这里，吸到这里，不是吸到这里，所以你的横膈膜是往下走的，横膈膜往下走的，你吸到这里，横膈膜往上走的。这边也空了，这边也空了，看不到？你自己试试看，你自己试试看，你来做，你吸，你们自己也可以试。好，他现在是这样，停。这是不是空的？是不是空的？有没有？这一打就完蛋，受很重的伤，晓得吗？你看你现在是空的吗？有没有？所以你要沉下去，你在这边胸沉下去。沉下去，肋骨闭起来，它是不是比较实了？More solid. Right? 这样比较对。这样才对嘛。好，这样才对嘛。这样有没有？所以起是因为落，起是因为落，起不能全起。我往上，你不能整个都往上，底下空掉了。上面的力量是从底下来的，所以我这个起来的时候反而是什么？你看，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沉，这时候这边是往上，我落下来的这边是往上，啊，沉。所以整个身子啊，整个脊椎都是拔的。我这样子的时候，因为是下面往下落嘛，我头尽量不要落嘛，是我胯往下落，肩椎往下落。我的身形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往下一落的时候，我是落胯啊一沉，可是我落胯的时候，肩椎往下沉的时候，我的头没有这样落，我不是这样落。这样落是不是一整个下去了，脊椎就没有拔，是不是？好，所以我在这边一落的时候，我是落胯，哎，脊椎拔开了，所以这个力量往下它起来了。好，到这边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人你看还是我的脊椎，我的头往上顶，头往上顶，所以现在变成是上面往上拔了，底下还是往下落，看不到？所以你往下落的时候是头不落，胯落，肩椎往下沉，脊椎开啊，就是这样子落的。好，我要起的时候呢，起的时候是一震，你看一震，头往上理往上，可是胯还是保持到沉，所以看起来是有起来，
看起来有起来，可是你这边的力量还是沉，还是往下沉的，晓得吗？所以不是这样的起来，你起来不是这样起来，这样起来又空掉了，看没到？看没到？所以两端嘛，啊，一个绳子的，一个绳子的两端的话。这个两端嘛，这是几，是不是？我要下去的时候，我从这里下去，我从这里下去，它还拉住，上面拉住，是不是这样子？我要起来的时候，是上面拉起来，它还沉住。Do you understand this? No. If this is the spine, when I want to go down, it's go down from the hip.Right, the hip go down, but I try to stay my head here, on this position. So it go down, my spine is open, it stretch down, right? When I want to come up, I start from my head. So my head, the force come up, but see, the hip still sink. So it's also open.这样的道 ，But if you do this, if you do this, you lost it. Everything goes from quad. Yes, quad and the head. These are two ends. See, 头顶跟你的颈椎它是两端嘛，脊椎的两端嘛，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这两端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啊！你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啊！你不可以这样子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你来拿着，上下两端。有时候甚至是这个样子，这边还是这个样子，这边，这是胸，这是腰，对不对？这是直的。你在很多活动的时候。很多里面是胸再变成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不能掉，这两个不能掉，就是直线变曲线，直线变曲线。比方讲，你这个按在这一回来的时候是直线变曲线，这边回来直线变曲线，然后啪才会有这个东西。弓，才会有这个东西，晓得吗？嗯。所以这个直线先要有，有时候在腰。有时候在腰啪出去，啊，有时候这个地方移到这里来，啊，这样子，有时候移到这里来也会有的，可是这个不能掉，这样懂吗？Do you understand now? So you cannot let it all up, all down. Okay? No stretch. Yes, of course.Of course, see, we want to balance the gravity and use the gravity. Okay? 这样懂了吗? You understand, okay? Okay.